首先呢，这个是一条260的气球，那我现在开始折。简单一个气球，这样子折就可以达成一个效果。或者是我们现在思维啊，如果没有汤匙的，可以这样拿吃。啊，或者是如果有时候背会痒嘛，抓不到。啊，再来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。插进去，这个就是一个加油枪，加油枪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折的是一把宝剑，那这样宝剑就完成了哈。那我们请两位勇士上台一下。这所谓宝剑啊，宝刀阵列式啊，好不好？这也是下午折的，那我们请这位同仁戴上。这个是头盔，像爆杯。然后呢，一般宝剑不是轻易出鞘的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是不是要一个放宝剑的东西？放着马上。